当年以来，农民上爱用的有百年历史的日本制石灰质素正欧米丹。在这段期间，累积真多技术。今天要对制作方法和使用方法来做清楚的介绍。希望让大家在稻啊、麦啊、蔬菜的耕作有所帮助。日本制石灰质素正欧米丹，为了让大家安全使用，除了做真侪种试验检验以外，而且有农药登记，会当安心使用。石灰质素正欧米丹是长久性上好的化学性单素肥料，当时阁是无残留性温和的农药，对土内病虫杂草有防毒的作用。阁因为伊是碱性，会用调整土内的酸性，增加有机物暖气的速度。这个影片会针对石灰质素正欧米丹加其他三种效果来特别说明，而且介绍经常使用伊的代表性作物来说明。石灰质素是有百年历史的传统农业资材。目前累积的技术是真侪农民甲农业相关人员的指导甲合作所得到的成果。石灰质素正欧米丹有肥料效果、农药效果、造土效果。如同一个人发挥三个人的功能，让更多人了解伊的特点的同时，一定会对21世纪的环保型农业进一步的发展有贡献。石灰质素正欧米丹的原料全部是天然物质，日本国内会用挽到真侪良质的石灰石。将石灰石放入去石灰炉烧，产生石灰。再将青石灰加乌炭放入2000度内底电器炉烧。制作电焦，也就是电土，这种电土甲对空气内面分离出来的氮素，在氮化炉内面以1200度的高温，互相接受新型石灰质素正欧米丹。对收集的石灰质素正欧米丹使用的经验中，分析出使用在青菜类的差不多占60%。野菜类的使用が約6割を占めます。然后是水稻啊、果树、柑橘类、果樹、芋類と続きます。使用正欧米丹的蔬菜类差不多有40种。石灰质素が使用されている野菜は約40品目にも及びました。
在这介绍的是使用较侪的青菜，大部分的农民拢表示，使用这乌皮蛋了后，有减少鼻虫害，增加收成，提高品质的效果。到目前为止，受到真侪农民的支持，是种青菜时袂用保护的农业资材。正乌皮蛋的使用目的，使用正乌皮蛋的目的，会用分作肥料效果、农药效果、造土效果三种。对收集的经验中，分析以使用目的的结果，知影农民对一种作物使用正乌皮蛋的时阵，拢有真侪种目的。例如，以做基肥为主要目的的同时，也会控制杂草的效果。阁譬如，用正乌皮蛋加有机物来改良土的结果，也会解决连作虫害效果。正乌皮蛋发挥效果的过程，正乌皮蛋的清淡化钙成分在土内分解，产生氰胺。有农药的作用，伊的有效期限会因为土内温度、水分不同。热天差不多三到五天，冬天七到十天。了后，伊会变作肥料成分，农药成分消失，完全无残留。同时，伊的副产物像氰胺等等的成分，阁会控制有肥料效果的胺的硝酸化，沿途转变做硝酸，达到延长肥效期的效果。另外，钙、青石灰、等等的石灰粉，也可以调整土内的酸性，补充钙质。日本生产的正乌皮蛋有农药登记，而且有适合用的水稻啊，然后麦芽一类。对水稻啊，会当防毒铁线虫、福寿螺。一年生的杂草，然后会用防毒铁线虫。麦芽类会当防毒一年生的杂草，拢有农药登记。正乌皮蛋在对青菜类、豆芽类、柑橘类的农药使用也有农药的登记，适合用在的线虫类一年生的杂草的防治。线虫在初春十五度以上就开始孵化，这个时阵散播上有效。对一年生的杂草的防毒，一个都发芽不外久就要散播。还有不同款的使用方法，就是用在马铃薯收成的时候，让它在土下的部分冷气。另外，酸仔树也适用。在当作农药使用的时候，请在适用的范围内底使用。石灰窒素の土壌中の残留量について示します。正乌皮蛋农药成分的氰胺分解性高，会残留伫咧土中。
对数据来看，不论是旱蚕或者是水蚕，第十一天因的氢氨残留量只剩十分之一，然后又继续分解，一直到吸不出氢氨成分。大家会当了解是安怎正乌肥蛋会予人叫做环保住宅的原因。作物中的氢氨残留量，由显示的图表顶面，会用看出任何作物拢检查未出氢氨成分。因为氢氨的分解性高，土内未残留，未予作物吸收，就算讲在分解途中互吸收啊，作物本身嘛进行分解，未残留伫咧作物中。由这点来看，会用讲正乌肥蛋嘛是一种对食物的安全有贡献的住宅。古三个正乌肥蛋的农药效果的实例。红豆菜头蒜糖，以盐丘县农业试验场使用正乌肥蛋红豆菜头蒜糖的结果来说明，每分地分别使用正乌肥蛋50公斤加100公斤的结果，危害指数加拍卖率都得到改善。红豆旱蚕一年生的杂草，用护国山普及中心的例来说明。在做蚕之前，每分地60公斤的正乌肥蛋，交匀全面散布。在杂草都开始发芽无外久的时期，选择有露水的透早来散布上有效。红豆水稻啊，铁线糖。根据熊本县白糖海红豆所的资料，每分地使用20到30公斤的正乌肥蛋，铁线糖的使用率差不多有95%以上。使用正乌肥蛋有两种方法。在都要开始长风进前的春天使用，加收割了后的秋天使用。详细进行请看说明书。关系肥料效果。因为正乌肥蛋是慢效性蛋肥，伊的肥好期间维持真久，有增产效果，而且会用减少压肥量。佮因为有抑制硝酸化的作用，使氨佮硝酸在土内会当保持真好的平衡，结果使作物得到良好的品质佮收成量。高加上叶石灰成分，补充土内钙质，防止钙质的流失。土内硝酸化抑制效果，用日本肥牛鉴定协会鉴定结果来说明伊的效果。因为正乌肥蛋生成的氨甲土内副产物双氢氨有抑制硝酸化的作用，和土内硝酸会用慢慢啊形成。甲尿素比起来，伊变成硝酸的时间有4倍长，这就是肥效维持真久的原因。
正乌肥丹肥料效果树的。大豆的不精地栽培，依照出关农业试验场的例来说明。当初试验场用硫胺当作表面压肥，无得到真明显的结果。后来检讨改进，用正乌肥丹同款用表面压肥，也毋过比较比较袂硝酸化，肥效维持真久。石灰窒素に注目し検討しました。第保证期的前两礼拜使用，每一分地50公斤，结果比惯性法增加一成的收成量，利润也提高啊。利益も向上しました。地方的压肥量减少，用农林省蔬菜地效试验场的结果来说明。这是以环保为目的来减少碳素肥料用量，过量使用碳肥压肥，产生硝酸钛氮，造成地下水污染，同时亚硝酸化氮素气体造成地球暖化。试验场利用这乌肥丹的慢效性效果，加惯性压肥法做伙用，将配合肥料减少每分地40公斤的结果，收成量品质无变。后来氨的比例增加，菌的再生也大量增加，肥料成本也降低。这乌肥丹应该讲是优良的环保农业资材。做土甲土改良的效果，利用这乌肥丹做土的效果，会用增加腐蚀，补充土内有机物是做土的基本。将这乌肥丹加有机物在土内腐蚀，因为这乌肥丹使微生物活化，增加有机物的分解，使土内微生物得到真好的平衡状态。苏作物会用适应无平顺的气候变化，抵抗土壤的白糖害，所以这乌肥丹对打造健康的土环境是有帮助的。利用这乌肥丹来做土的事例，接下来介绍三个利用这乌肥丹来做土的事例。利用将稻草纳入土内补充有机质，而且要介绍使用这乌肥丹的效果和做土的方法。大部分的水产都用稻草翻犁犁土的方法来补充土内有机物质。假使稻草无充分暖气，会影响种地移植的作业，引起生育初期欠氮素的现象。土内碳素、氮素是微生物的养分来源，这两个平衡是真重要的。这乌肥丹除了可以提供稻草的氮分，石灰粉也可使稻草的纤维软化、松化，增加微生物活性化，进一步增加腐蚀。假使使用这乌肥丹，会用减少腐蚀差不多30天。
而且在冬年来使用，更加会当增加呼吸。所以收割了后，赶紧散布每一分地10到20公斤的正乌皮蛋，甲稻草做伙累累去土内。塑形堆肥的做法，差不多一顿堆肥的做法是安尼先。堆肥的前一天，先将稻草500公斤，啊150到200公升的水，放一暗，再将稻草切做1/3到2/2，堆做每30公分宽，压水，再压正乌皮蛋，一直安尼做。堆几落层，堆积完成了后，盖塑胶布，全部用水量差不多是750公升，正乌皮蛋差不多是15公斤，放2礼拜了后，改冰箱，一边压250到350公升的水，5到8公斤的正乌皮蛋，一边将内外边并过来，再个盖塑胶布。次にビニールなどの覆いをかけます。差不多5到6个礼拜了后，堆肥就完成。太阳力配合正乌皮蛋的方法。太阳力配合正乌皮蛋方法是差不多30年前中亚国农业试验场针对草莓的黄褐病开发出来土的消毒法，利用有机物的补充，正乌皮蛋增加呼吸，太阳力的土的消毒，结合三种效果，打造出会当应付连续虫害的综合性土的消毒。目前，这个作为绣花胶丸代替技术的太阳力，配合正乌肥蛋法，因为伊会用保护人类甲地球，再度受到重视。有效果的作物甲病虫害，太阳力配合正乌肥蛋法，因为会让地温升到45度以上，对草莓的黄褐病、蕨仔的半生萎凋病拢有效果。作业定数，即马说明基本的作业定数。第一段落要来进行开始准备。首先压稻草、麦芽骨、绿肥作物或者是米糠等等，差不多1吨到1.5吨。小可压一点仔水，会当防止土沙四界飞。然后将每分地60到100公斤的正乌肥蛋全面散布，温室内室、田外周围出入口，开老病原菌，爱详细散布。即用犁铲机，真认真、真细腻，犁较深嘞。堆成30公分宽的小土谷，增加接受太阳力的表面积，使地温真简单上升。尤其是温室的内室、田海周边、家海无方便作业的所在，爱用地头挖做土谷，然后用透明的塑胶布全部盖满好。在伫咧塑胶布甲土之间灌水入去，予土谷中啊暂时变作灌水状态。这是真重要的作业。安尼有机物才较会呼吸，
使土变成还原状态，来提高杀菌的效果。在水分漏掉真多时阵，爱个补充水分。就安尼，甲温室关20到30天。对保耐热的物件，首先爱搬去温室外面，或者是用隔热材料包起来。白灵菜，即马说明对白灵菜使用效果。假使白灵菜吸收安泰氮，叶啊色会变青色，叶啊肉会变高，品质会变好。同时，白灵菜无介意酸性的土，佮会吸收土内钙质。所以，降温肥蛋的安泰氮素肥料效果以及农药效果，属于品质提高，增加收成。以江城县农业改良普及所的结果来看，使用降温肥蛋的白灵菜，伊的管道、叶啊面的宽度、一丛的重量，拢得到改善超过惯性区，增加20%的收成。阁看江城县本级农业改良普及所的结果，利用使用太阳热配合降温肥蛋法，伫热天做差不多一个月土的消毒的结果，甲比日照消毒收成增加2倍多，而且无日枯病甲杂草发生。江城县的农民也同样采用太阳热配合降温肥蛋法，同样产生效果，有21年之间无发生连续障碍，全年栽培出品质优良的白灵菜实例。大补心白菜，降温肥蛋的肥料效果、造土效果、农药效果，会使大包心白菜得到每一丛形、大小正多的大丰收。根据熊本县陆本农业改良所的试验结果，发现用降温肥蛋每一分地60公斤的试验区，比惯性区增加差不多10%的收成。而且叶啊色深高，品质好，大小正多。品質、形状、玉揃えも良好でした。国泰东亚县下宜那改良普及中心，以6天塑胶布太阳热配合降温肥蛋法做土的消毒的结果来看，用有机物一吨加上降温肥蛋200公斤。在热天经过一个月处理，结果比较用浮流面杀菌分子30公斤处理的，两个品种都有大量的增收。葱啊，降温肥蛋背后维持真久的肥料效果，加改良土的酸性、防毒杂草、散虫的农药效果，是正常啊袂当欠的农业资材。因为葱的生育时间真长，来当吸收硝酸钛加氨钛两种的蛋白，就会当生得真好。降温肥蛋的冻固肥厚特性是上佳适合的，佮因为葱仔叶有蜡质，会当用降温肥蛋做堆肥。根据七星关八号地区农业改良普及中心做基肥堆肥的结果，
使用鸟窝被单，每分地20公斤做基肥。第13/5定植了后，搁做第三届、第五届堆肥。比起惯性区，后半季的生长真好，伊的收成量、品质拢有优良的结果。優れた結果となりました。大根菜頭利用事例を示します。对着种植的保肥不良的沙质地菜头来讲，鸟窝肥单肥好维持真久的效果是袂当欠的主宰。为着栽培表皮真水的菜头，鸟窝肥单常常摕来使用。同时，因为沙塘出现的泥白色、磨斑点的关系，所以鸟窝肥单的防毒沙塘效果嘛，互人重视。福岛县群山农业改良普及所为着解决连续虫害，使用低日的肥作物加鸟窝肥单来打造健康的土，将日肥作物麦芽种植每一分地10公斤，第种一年到月压落土，六月加上鸟窝肥单，每分地100公斤做花翻土。结果减少黄褐病发生，同时品质提升，收成量大增。牛啊！因为牛的生长期真长。为着会当长期保持好品质的收成，麦和桔啊产生结实疲劳现象是真重要的。桔啊无介意酸性的土，来当吸收硝酸钙甲氨钛蛋白，会当帮助伊的生长生育。所以鸟窝肥单的肥好特性是上适合的。同时，鸟窝肥单的堆肥麦当基态。品质提高，增加收成。秋天农业试验场的堆肥试验，结果发现定植了后，使用鸟窝肥单每分地6.1公斤。三届堆肥的结果，比对照惯性区热天差不多有30%-40%的增收。全期间平均也增加12%。高丽菜鸟窝肥单的肥料效果、造土效果、加农药效果，使高丽菜会当增加收成，而且大穗真多。同时，太阳热配合鸟窝肥单法，对防毒、抗流病嘛有效。根据福冈县北九州普及所的资料。使用鸟窝肥单，每分地80公斤当作基肥使用。结果不但形状大小真多，收成也增加差不多10%。另外，多公馆农业试验场用鸟窝肥单每分地10-20公斤，当作菜叶啊，分解促进剂，加高丽菜收成了后的菜叶啊，做伙累入去土的结果。就算减少20%的基肥，收成量颠倒增加。
使用石灰质素的注意事项。石灰质素对人体、植物和动植物都有影响，请详细读过注意事项了后再来使用。使用前后一天内不能饮酒。正好被咱底下的背面都有写注意事项。石灰质素正好被咱的厂商都有准备产品安全数据表，会当参考。